在曼哈顿116街附近，有两栋5层高的居民楼内发生了爆炸案，消防员们仍在全力的灭火，所有的灾民都被转移到了一个新的地点。我们请纽约记者李大，搜救工作将持续进行。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，事故原因是大规模瓦斯。